净宗法门，祖师大德常常挂在口头上，叫我们老实念佛。老实两个字谈何容易哦？谁做到了，谁这一生决定上辈往生。三辈往生，他不在中下了，上辈往生啊。老实人非常可贵，老实人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叫他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这种人成就不可思议。所以上上根跟下下根不一不变的，真正下下根的成就可以达到上上根人，就凭他的老实。我们当中这一半都是不老实的，自己意见很多，自己想法看法很多，那个老实人什么成见都没有，什么看法也没有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教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锅炉匠就是最标准的一个实现。虽然他什么都不懂，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，这种人不要听经，他将来会站着往生坐着往生，他真的成功。这两种人呢，心不清净又不老实，这个没办法了，这是多数人呢，又不清净又不老实，那只好非要好好的努力学了。我们不是这两种人吗？那不认真不好好的学就没法子了。由此可知，老实不容易啊，老实是上上根啊。不要看有些乡下老太婆不认识字的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上上根人，他这个一生当中决定往生，往生的品位都很高。净土法门，佛菩萨教导我们这一句话，老实念佛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什么原因？不老实。原因在此地，果然老实效果很快啊。真正老实人，这十善业道经还需要讲？不需要讲，他全做到了。我们见一切法还要不要去追究呢？世间人常讲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，佛法是许可的，许可你问到底，决定没有忌讳。为什么？有疑，这个疑惑一定要断除。问到底是帮助你断疑生心，所有疑惑都没有了，人就老实了。你还有疑虑，你怎么可能老实？老实人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善根福德深厚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都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没有怀疑了，再老实。中间这一段占决定大多数，所谓既不是上智又不是下愚，这样的人难度啊，他妄想多，分别执着多。老实人看到这一句话心就定了，你教他怎么做他就肯怎么做，那个人是善根福德深厚，他不要听经他也能改过自新，他也能断恶向善，这种人是好数啊。多数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是最麻烦的，最不好度的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就是为这一帮人。我们这帮人叫半吊子，高不高低不低啊。说你没有文化吧，你又懂得不少，说你真懂吧，你又不懂，最麻烦度。对于我们这种根性呢，只有长时间熏修了，天天听经。老实，有的人要去修才会老实，有的人不要修就老实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善根福德深厚啊，他一听佛的话，他就能真的万缘放得下，对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，他不再放心上了。是非人我他统统扫掉了，不学他就老实了。
善根福德深厚啊。我们学了还不老实，业障习气深重，一定要消除业障。消除业障就是在生活当中，在我们活动环境里面转念境，念念提醒自己，认真努力学习，要真正放下万缘。俗世的业障，我们现在讲习气，无世界来的习气，这个东西叫消除啊，消业障。消业障用什么方法消最好呢？念佛，《金刚经》上的原理，宁无所住。无所住就是放下万缘，放下万缘就是无住啊。提起正念，正念就是一句佛号，那就是而生其心。生什么心呢？念阿弥陀佛的心。《楞严经》上讲的智持名号，智持名号就是而生其心。放下万缘就是应无所住。佛讲的那句话是真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句话太重要了。我们在一切境界当中要常常能提得起这句话，你就不会被外头境界转了，你就能转境界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啊？我自己的心想。既然是从自己心想生的，这为什么不生佛呢？怎么生佛呢？念佛就生佛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念念就生阿弥陀佛。我六根接触之后，念念聚而不灭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！我这样子成就的呀。没有这么多人在我面前表演，我修什么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你在哪里修啊？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在这里修啊。在日常生活，在自己本分的行业待人接物，在这些地方修啊，我们成就了，会用功，真用功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当中转境界，转境界就在这些地方转，转恶为善，转自己心里头的恶念，把恶念转成善念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念纯善无恶啊，自己的恶转成善，看到一切众生的恶通通转成善，成就自己纯善纯净啊。所以佛法里头常讲啊，日日是好日啊，时时是好时啊。我续了两句啊，人人是好人啊，事事是好事，全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我的周围做种种的表演给我看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一个真正老实念佛人，可以说他修的是圆满的金刚般若波罗蜜。他用什么方法修？用阿弥陀佛的方法修，圆满的金刚般若。有一些人不明教理，轻视念佛人，以为念佛这一句佛号三岁小孩都会念，有什么稀奇，有什么了不得，这个人真叫不通之人啊。这句佛号不简单啊，一切诸佛都会念，一切诸佛都赞叹，哪有他说的那么容易。这一句佛号把极难大问题把它简化，把这问题解决了，那是越是细细去想，不可思议。业障消除，用这个方法消业障，用这个方法断习气，福德方为圆满。